在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某一趴，然后这一趴就是全身上下都秃鹰，哎没有啦，就是上半身，现在看不到，但是它有一个光，有一个特殊的光，然后照下去，我的全身就会很像图腾。我觉得我今天就是一个把大家的作品欲展现出来的感觉。现在已经7:30，今天早上4点起床，5点集合，然后今天预计要拍到3点，但是目前还不累，目前觉得很好玩，因为今天很多伙伴，带你们去看一个很酷的东西。关门锁。嚯！是我的牢笼。我今天呢，就是一直被关在这边，非常 high fashion 的牢笼。耶！哦，有。大概就是这样。腹肌的部分。我觉得身体可以有点喝水哦，神经病。哈哈喝，哈哈。绅士的拍子，不要不要。淑女的拍手。好，我是虫在里面飞，因为那个蟑螂还是什么？是吧？你不要吓我。哪里？这边。看蟑螂。是蟑螂吗？蟑螂还在。哦，对对对，被它飞到我嘴巴里就好笑。就是喝开心的哦。我只能说你今年也太 lucky 了。看出来，有时候拍戏就是会有这种临时状况，还让他演演出，他一直演不出来了。看我没有钱给你哦，虫虫。对，今天起床，今天起床，迈入第20个小时。但其实没有很累，因为我觉得今天很好玩，遇见很多人。然后一起完成这个作品，很多的工作人员啊，还有 dancer 啊，然后国舞的老师，还有化妆啊、发型啊，然后画图腾的老师啊，还有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完成这个作品，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极乐世界的感觉，就是大家在做一个这样子的音乐影像的作品，就是大家把每一个人的工作。的擅长的专业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大家在自己的做自己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就是跟极乐世界这个非常的会很棒。我会画一个安全距离给你，你会随着音乐，比如说1、2、3，比如说第三下的时候，老师就会直接往上。然后他就会甩着棍子出去，然后我们看到说那个音乐点在哪里，我用我们跟一下音乐点的动作，然后一下跟着跳，他们后面会跟上来。可能我们等一下试一下下大概的动作，不用滑搭，试一下动作，你比较好抓那个。风，所以风一吹，那个油桶它可能火会稍微就是高涨一点，所以每个人注意一下安全。那如果在场有谁发现谁可能离火太近，不要。互相提醒哦，拜托。雇3个火桶的，麻烦眼睛都帮我盯紧那个火桶哦，谢谢。来，准备。好，我们来一次最疯狂的哦。走。来哦，预备，开机。音乐。走。我要永远的一起发动。
辛苦了，辛苦了。